扎营，走吧，对，走吧。我觉得现在可能太饿了，我觉得香菇长得好像挂包哦，你看。下面是崩壁啊，小心翼翼的。太阳出来了，在我们到酸山之门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感受一下酸山宅门。这么窄，还好我很瘦，瘦子过得去。我肚子在叫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才走一下下而已。好多红叶哦。哇，到了！到了，天哪！哇，壮观了！来扎营喽，然后有水、早餐、摄影器材，对，然后这是我的空拍机，哇，对，然后还有炉具、高山炉，还有一堆的帐篷装备。那你呢？我这边主要是临时组，所以我的这个头戴的地方很好，全部都是临时换洗衣物、换洗用品，登山杖需要的时候再使用，然后带了一双凉鞋。还有睡袋、地垫、睡垫。哎，你的睡袋、睡垫呢？我睡垫藏在这边，这边有个隔间，对，可以放在这边。然后它其实还有个防潮的功能，但它可以。
里拉开来，拉链拉开它就通透的。那如果说是把它拉链拉起来，就是大隔间这样子，那就可以避免其他的衣服被这些冷冻的东西弄湿。我的是45+10公升数。对，那我的话是55+10。那加十的话怎么加？然后平常是这样，它可以塞在里面。但你当你发现你的公升数不够的时候，你可以往上拉。对，你就增加了10公升，而且拉很好拉，你看人家一拉。这一圈都是，这边是可以调它的高度，然后哇，这个是不是很软，还蛮软的吧？对，有透气吗？有透气啊，像我们背这么重的东西，感觉也不会很闷。我背上面有没有什么流汗的？因为它这边就是有一个透气道。好，加油吧。的七点整，早安早安。对，今天太阳阳光普照。对，然后我们昨天下午睡得非常饱，晚上也睡得非常饱，今天准备要出发去山山，走攻顶。我们要靠近23K 了，前面是穿山登山口，这个展望超美。被打脸，这边的建筑林太高了，好痛啊！终于我们到孙山登山口了，很不起眼的岔路在这边，往右上是孙山登山口，太不明显了。对，然后再往前的话是凌云山。OK， 我们现在继续单登孙山，走。哇，有陡哦。有。开始走上路，后面有一个很像杜拜塔的树，你看，超可爱的。这个矮的建筑林非常的刮脸啊。对面的山是什么嘞？一般来讲，我们来这边可能就会攻双山跟凌云山。这凌云山在哪里呢？就是正前方尖尖的那一座。那旁边还可以看到我们平常听到的碧阳纵走的碧鹿山跟羊头山，就在旁边这边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大家的水源快干了。
们终于回到栓山登山口了。有些地方很滑，要很小心。栓山登山口到三角点是最有坡度的。嗯，对。啊，但是沿途真的 view 非常漂亮。对，好。啊，我们现在赶快继续赶下山。对，好，走吧。走吧。啊，我一定要求救一下。我们起登的栅栏是11.7K 嘛，然后22K 到23K 大概有3-4个营地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看过最大的，我们刚刚经过大中小，所以这个大概可以放到，我觉得三到四个帐篷，甚至五个帐篷都没问题。然后呢，地上还会有这种可以煮食的石头桌面，很可爱。哇，我觉得这里很棒耶！我们回来了。在等接驳车，对对，好，分享一下今天栓山，这次两天一夜游栓山。栓山其实前半段都还算是蛮平缓的，蛮平缓的，对，其实蛮好走。大概栅栏的地方是海拔2200，然后到栓山登山口是海拔2840，所以其实十多公里陡升是大概600，所以还算 OK， 蛮平缓的，重装也很舒服。对，是这样讲没错，但是其实。我觉得也不能太小看这座山，嗯，它该陡的时候还是很陡，然后该滑的时候还是很滑，所以登山杖啊，该带的东西还是要具备齐全。对，然后栓山登山口，然后到登顶的地方，大概海拔上升300多，然后所以从2840上升到3168，所以那一段是我觉得有点吃力，是真的有陡上，有一种自家养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还有它的建筑林的高度也都蛮高，所以其实蛮会刮脸的。对，所以有的人可以用头巾护脸啊，或者是像你就戴墨镜，对，就还蛮不错的。然后我觉得它这边的营地非常多，就尽管挑，我觉得这边整个扎营感觉蛮舒服的。不过水源刚刚有看到水源地，但是我们还自己带水。对对，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有重装上来。好，我们这次带上来就是欧都娜代理的 Duter 包。对，我们来评测一下重装的感觉，然后我再会示范一下大概怎么样子负重会比较舒服。好，我们来请看。秘诀就是由下往上，然后下就是从腰部开始。我们先把腰部这个部分扣上，然后这边多余的自带呢都可以塞进去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再来就是在腰部旁边会有这两条绳子，然后把它用力的往下拉。拉紧之后呢，记得在肩膀这边肩部有两条绳子，然后往前拉，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凸起来的一个三角形的位置，这样就非常贴合你的背部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最后的胸部的纸带扣上拉紧，好，这样子负重就会非常轻松了。希望各位白月野营的新手们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喽。